呢，今天 X8360 特别带来了龙年幸福的年菜推荐组合要教大家哦。那讲到吃呢，当然我们少不了，就想到我们的美食节目的主持人，我们的詹姆士以及巧巧。今天他们两位呢，我们邀请到他们来到现场，要教我们如何吃得健康以及动得健康哦。吃是这个在乎就是味道啦。那最近这一年来开始注重所谓的健康，是哦。那吃要吃的清淡哦，少油少盐。是。可是我相信我现在这样讲，应该没有任何人会相信啊。我的身材就完全没有什么说服力啊。真的。我减肥只为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能够吃更多。吃更多是不是？可是我真的很好奇耶，像乔乔，一样是主持美食节目，你怎么可以保持着这么的窈窕啊？我觉得除了自制能力之外，我还非常的幸运，就是我身边有两个非常好的拍档，一个叫曾国成，一个叫詹姆士。所以通常我都吃一两口，然后他们就会迅速的把他们全部解决。所以这除了少吃之外，你是不是也有在运动呢？有，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会一天到晚去跑健身房的人。可是你去爬山啊？对，我会去爬山，偶尔做户外运动。是。可是我想爬山的时候，我要考虑到我要约朋友。那有时候要看天后，如果真的不佳的话，像最近天气都常常在下雨，非常很冷，对，一下雨然后天雨路滑的爬山其实很危险，所以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出门的话，我就会在家里做运动。在家里做运动，做什么运动？其实我是很害怕那种就是单独这样面对一个机器跑步啊做运动那种，会觉得很无聊。对，我只要一无聊我就无法做下去，所以我其实前阵子那个 Xbox 一出来，360一出来那个 Kinect 的时候，我马上就买。马上就买，因为它太有趣了，它就是一个小机器侦测你，你稍微动，你就会看到荧幕上那些人物就跟着你动。有那么灵哦？非常好玩，等一下你就可以体验了，等一下可以让你试玩看看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非常有趣。所以而且它里面设计各式各样，除了运动之外，它还设计游戏。那我其实最喜欢玩的是《大冒险》里面有个泛舟的游戏。因为非常有趣，你可以跟着他一起，好像在闯关，你好像真的在泛舟一样，而且他的声音啊、效果都很像身临其境，而且他其实就是同步，他完全没有 delay， 真的。等一下你试完就吓到，所以非常好玩。所以两位，对，你等一下马上就可以玩玩看。那两位都非常有概念，一个是针对吃的健康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个是针对动的健康。那现在，因为侦测很敏感，开始了。真的好简单哦！他说我超完美耶，你看，他会鼓励你，跟你说再接再厉，很简单。而且其实他右边还有那个有没有解说？如果你真的不会跳的话，你还可以看右边的我们这个解说，你就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。而且其实啊，里面的歌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，对，就是一些大家对非常简单。而且在玩的时候，它会分什么简单、普通、困难，它有分级。如果你自认为你的舞技非常的厉害的话，你可以选级数高一点的。平常在家里这样子吃完东西，马上来跳个几首歌，马上热量就消耗掉了。对啊，说到消耗热量，它其实它会帮你计算卡路里。我比较快，你那么快吗？有。我觉得它蛮灵敏的。非常灵敏，它是同步的。而且不用去迪士尼，在家就可以去迪士尼玩，真有趣。还有水哦。这个很过瘾哎。很紧张哎。画质又那么好。过年的时候玩这个，大家都可以不同的。这个真的小孩子玩哦。停了。差不多咯，差不多咯，啊，没关系。今天来确实在新历年的第二天上班，来跟所有记者朋友们拜个新年好。那其实今年这个月呢，也是农历新年到来，所以 X8360 呢，在这边帮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过年的年菜。那大家刚刚看到了，我很欣赏的两位，我每天晚上。你们改的时间对不对？越来越晚了。改回来了。对，叫林正抗议了。真的，我非常欣赏那个乔乔跟詹姆士他们的功力。所以今天除了来请他们分享怎么样让大家吃得更健康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来带给大家是一个不受时空的限制、不
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不管是刮风下雨，大家都可以在室内全家共享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菜单。那刚才我想乔乔跟詹姆都带给大家很多，我们在帮大家在过年期间准备的，不管是大家要一个健康的360的菜单，还是我们要有一个派对360的菜单。那过年期间 Xbox 360加 Kinect 的呢，一共有20款的游戏哦。大家很多媒体问我说什么游戏什么游戏，是游戏实在非常多。那大家很 care 的是，我们在过年期间有没有很好的过年方案呢？有的。好，我们之前推出来过，我们的不管是250G、4G， 我们在过年期间呢，都有送不完的赠品放在里面。那我们里面呢，都含有2片的游戏，加上一个3个月机会员 ，free 原价的一个方案，提供给大家所有的消费者朋友们。那最重要的呢，全家要共同欢乐，还没有玩可内的人也没有关系，全台我们设定了120个体验站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想代表台湾微软公司要先跟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拜个早年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戴总经理。